爆了个妮可两件装备，去尿个尿啊！哎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！开摆真的是尿急太好的东西了，要不再去倒杯水吧？以后有开摆必选，不用以后吧，好像以前有开摆必选，我怎么还赢了？哎，怎么还能赢呢？问起来了，兄弟们，我在玩什么这把？我有个妮可。但我没有水滴装，要不接着摆好吧。盲僧肯定没角度的，盲僧没有风暴之眼怎么玩盲僧啊？门田啊，门田哪有角度啊？这装备怎么玩门田啊？你说明月有个鬼叔，你说明月都比门田靠谱。知音，这把侠，兄弟们，这把没有水龙角度啊，差得太远了，实在差得有点远。知音，知侠，老牛，不愧是你。百宝弹、短兵、急救用具都好蠢。不蠢了，兄弟们。拉满，拉满，拉满！一下子不蠢了。哎呦，一百血，我不会输了吧？他知音，他知音两件装备偷的好好啊，没赢过是吧？知音，你没赢过是吧？完了，这知音哥没赢过，他来切侠了。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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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点输了。感觉到了钩子，男人的第六感，感觉到了钩子，是不是有钩子啊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错怪你。什么狗屁第六感？钱钱钱，你只要给钱什么都可以，你怎么样都行下啊。不那个卡莎，你只要把钱打出来。我应该要这个铲子没用吧。害我少打了两块钱，难受啊。来个升级的我就上九，不升级了我就扒两口地。这里怎么有龙女啊？我才只有一只知音，他已经有龙女了。兄弟死一死吧，你这两个海克斯也想吃分。小巨人，小巨人六十血，小巨人七十血。你这两个海克斯也想吃分，别做梦了，兄弟，给你个龙女又怎么样？先不动啊，看个海克斯，因为大概率会出金和彩，不是大概率，肯定会出金和彩，而且很有可能是彩，所以下一个彩色的要递一下，我还留了一手递的。黄皮双知音，狂徒知音，
哎，怎么了？我怎么输了？什么强度暴打我？彩色来了，幸运手套滚，滚，这个也滚，嗨！金蛋啊，金蛋撑不到了呀。黄金门票吧，巴兰口地吧。黄金门票只能黄金门票。等一下啊。两个水滴怎么办？黄金门票50块钱开地，怎么不能有一只龙女呢？也很正常嘛。我还得再输一波，我得快点成型了，顶不住了。侠要滚，侠要出来，那个赶紧滚那个。知音滚了，知音没有知音的位置。质量拉满了，有点吓人了。要巴德，这转什么转？法转。龙女吧，先消耗掉一个那个，然后再找个冰甲，然后狂徒给杰斯，这个给他。我把两千龙女、两千侠递完。虽然我最后一名，但我可以开始疯狂索血。不想递了，兄弟，能不能停一停？这质量顶配。老输了，这侠不走一步真输了，真有可能会输。知音带一个，奶妈开始奶血，我已经可以挂机了吧？应该。看似很好，实则一堆麻瓜装备。拉久了呀，拉久补养心巴德完事儿。这能再玩我刚才玩的那个阵容吧？是不是？啊，这能活的，帅气又可爱，应该要死了吧？他这个质量，被爆杀的。
两枚对位，狗运，这把全靠狗运了，兄弟们，这把纯狗运，但是我战斗力海克斯只有一个这个。 我全是经济类海克斯，所以后面拉九人口要拉满，不然我会输掉的。卡拉一个蓝枪行，九人口要拉满，比如说追个，利用这个追个三星四费什么的，最好是追人马。他没有人马，目前场上没有人有人马，但是有好几家侠，不过快死了。追侠也可以哦，人马也很多。追个三星四费的杰斯吧，杰斯没能要。 卡个男枪，保证他追不到三就行。这家不好打六炮，六炮有强度的，六炮很有强度，打不过。六炮好有强度啊，还好靠奶妈奶了点血。冰甲有没有？哦，冰甲，我要个冰甲，或者马爪也可以，马爪也行。冰甲马爪二选一吧，马爪好一点好像。 冰甲好一点，冰甲没了，马爪。31血蛮有强度的，拉了，这个换八的。 换的好快呀！他怎么能换这么快？离谱！龙女的伤害喷的不错，他这个阵容全三了，到这个阶段也是没有强度的，我感觉到这个阶段全三了也没有强度的，太慢了。 张男枪，男枪肯定要扛住的，这波要这样换一下。这样换的目的是躲他杰拉，后排三个，杰拉肯定扣后排的，后排两个，他就会被暴露。这站位一定要去躲杰拉。 饮血，上亚索吧，我追不出上限了，这把，目前手里的牌太少了，追不出上限，所以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这家诅咒冠冕好凶啊，没有人能赢他一波吗？可能要输给他，我觉得输给他是挺正常的。六炮四暗零三重启诅咒冠冕，我确实很有可能会输给他，好强啊，这家吓人有点。 男枪打不动了，这男枪太强了呀，这怎么可能能赢他？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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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枪要给我点掉了，融化了！我靠！我还有什么提升空间啊？ 亚索滚吧，亚索好像没什么角度呢，亚索没什么用，单挂一个亚索两星也没什么用，人马放不出大招，完了，左头，哇哇哇哇，决斗吗？好快啊，启动！
打不过。这几家海克斯都是补过东西的，我海克斯太烂了，这两家好像打不赢他。看我一阵激动，那么出事情。这家叠加是最强的，竟然，这我是没想到的。啊，杰斯，杰斯，我下波打那个叠加能打得赢吗？你们觉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我本来想卸龙女的装备的，但我感觉挺好的，好像不用卸。我有一种我三星也打不过他的感觉，我说三星杰斯也打不过他的感觉。什么数据啊，三星杰斯？哎，我真打不过他！我靠，三星杰斯被他暴杀！我三星杰斯连这家都没赢！你妈什么玩意儿？破烂杰斯，换龙女装备你们觉得能赢吗？我觉得也赢不了啊！这什么三星杰斯跟个玩具一样！我装备还行啊，我狂徒饮血有回复，再加一个马转，还可以吧？有很差吗？没有很差吧。我想换的龙女，我有个卸载器，但我觉得这杰斯给那三件装备给龙女，龙女就废掉了，两星龙女废掉不太好。这把节奏好慢，这种叠加和我这个龙女能成型的，这把主要节奏太慢了。决赛圈全是怪物，三家都是怪物，一个诅咒冠冕的，然后那个叠加是究极怪物，我也是怪物，我放正常局已经吃了。